走。吓我一跳。北。哇哦，第二张。我放稍微。不要这样子。谁咚？谁？香香安安，打手。三。六啊。六安安。我。手。第二张。好。彪彪。没苦气，哎，又来了，蜻蜓点海，两次，两次，双龙出海，假动作，玩格斗游戏，他的取消，他发动了，他让他取消，只有岛田家能控制龙魂，你是谁？哦，我就是在想四七，在想一张，跟你收回就是啊，收一次，改回，大的九台，九台，哇，九台十二台。你的麦姐，太菜问说，请问抓牌的时候，如果朋友故意算错给庄家抓错，结果庄家没发现，这样算朋友相公还是庄家相公？我觉得如果是不小心算错呢，那应该就是算错的人相公。但是你刚刚是说故意相公嘛，那我觉得你们还是私下解决好了。好，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哦，我会在下一次的疑难牌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